阳，这是孟鹤堂，这是我的两个弟子啊。这俩人能歌能舞啊，尤其孟鹤堂各种舞蹈跳的都特别的好，还真是各种造型也可以。把他那棍儿接过去啊，把你最拿手那舞蹈给大伙来一个，来，就是连穿带蹦了。谢谢两位。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在春晚的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多少相声演员？还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大批的相声名家和著名演员，每年都在年三十的舞台上奉献出自己拿手的节目来。对对对。曾经有一年，有一段相声叫《学唱》，哦，是两个年轻的演员非常出色的演绎了各种的歌曲。嗯，学唱的过程中是惟妙惟肖。晚会上有一位相声演员口口声声说他能学唱我国著名男女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对此我们怀疑他是口出狂言。你看他此时此刻脸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至于学唱水平怎么样，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妈妈又妈妈，